新剧《大步走》充满正能量，相信其中一个吸引观众的原因一定是特设的跑友大步走游戏。每个阶段头三位跑步健将可以获得和一人一起跑步的机会。继陈山聪之后，这天轮到姚子林和三位朋友去西贡跑步。其中一位参赛者为了争取和子林跑步的机会，一星期跑足三次全马，非常厉害。今天的确是有点热，嗯，对跑步来说，不过也好啦，因为这边是海边，有点风还比较舒服。嗯，可是因为现在是中午，所以是特别的热。但是今天可以跟我的一些跑友一起跑，是很开心。好久没有跟朋友一起跑步了。你们是因为就是子林，所以才报名？当然啦，好，就是看到他的哇，就马上就。上去跑步了，有没有比平常跑得快很多呢？快很多啊，有美女嘛，我就在前面全部跑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机会难得，所以我也加把劲。我倒是比平常跑到了，因为这个节目啊，两三星期跑了西部全马。跑步这项运动适合男女老少，作为 Crazy Runner 的成员子林也很希望大家爱上跑步。这个剧集播出的确是有看到有人说啊，我看完你们的剧很想跑步。然后特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，会跑步的人就更加积极的去参加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反而也吸引到一些本来也不太会跑步的人。他们也可能想要啊，我要跟剧中的演员一起跑步，然后他们还特地真的去练跑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份精神你觉得很难的，就是他们真的好认真的来参加。对啊。